人生得意知己，足矣。山河不足重，重在于知己。你答应过让我帮你，可是你如果不信我，怎么帮你？我说了，你帮我吧。你说了，我才能够帮你。子说我也不信，那忘记了我可行了，你有完美吗？就连韩光君也着了你的道，不错，非议。不可行，你骗得我师父好惨。他没骗我。所有人巴不得我死，都恨我唾弃我的时候。你把我当成什么人？是知己。我曾经把你当作我毕生知己，现在仍是。结局如何？我想告诉你，你能陪我回来。